今日是西元2021年8月23日。经过当年的政策规划，草屯政友协会在草屯电工所的斗三工之下，终于在环保公园来设立金门823炮子纪念碑，和参与启用灯的老兵是真感动。尤其那时阵同齐作战的同伴，现在已经剩三分之二的人数。确实，这是来有达成我的目的啦。啊，就是我这六人性啦，这啦，第二啦，我像我的事先啦，那个最后，你来看看，我们把你打打全家的名，纪念。来感念哦，咱只战友为操为咱的这个台湾的付出吼、我想咧，这个卖阳光大家咧，卖阳光是南投县，也是讲全国，可能咱只为着八二三的炮战做出关的纪念碑。看到纪念碑，想到八二三炮战迄场战争，只老兵讲，当时台湾在中共激烈攻击之下，是靠着大家团结来对抗敌人，得到胜利。虽然已经经过54年，想到也是真感慨，那段日子真的是真苦。有回来在这的人，有七寸的心情，有安生妈妈回来。有啦，你认真啦。是怎样说，真激烈呀。真激烈，那个歹空气啦，那个歹形容，那个惨，惨不忍睹啦。战争，战斗中，那是歹形容。十八的时间，听那炮兵的标标，啊，不知道那个演习的结果就是对方那边发炮了。以前那炮战的时候，44天哦，将近850,000发哦，那实在嘛真难为啊。因为有这些老兵，这个为国家牺牲的烈士，做回来保护台湾，和社会会使安定，不断来进步。安尼纪念碑嘛提醒大家，爱好来珍惜这卖美好的生活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